这边不知道干什么呢，这么多人。完全搞不懂我在干嘛呀。美女们，这边有人在弹吉他。这个墙上啊全都是雕像，生态各异啊。我觉得这个广场上的建筑可真屌极了，因为它都是各种匠心独运啊。我今天一天呢就喝了半瓶牛奶，我操，没进水没吃饭，现在我真给去找点东西吃了，不行了已经。哎呀，一欧元呢。